电影里有酒吧咖啡机，喝个杯送杯清晨时，到处暗藏无形的墙，强人的烟味和热阳光。我在底层的教授，一盆不懂法语的浪花，你敲我的门，让我如何应声？不问这个洒脱冷不冷，我只是伤口痛不疼。我不会被人打动，我不会被人记住，我快走在风中。被人击中。